只要你有一颗年轻的心，总能在这里找到喜欢的。 欢迎下次再来，我们店的上新时间也是随机。
你们来了，保险箱的下落已经查清楚了，我之前交代的事怎么样了？你是问数据盘吗？已经顺利修复了，而且就像你之前猜测的那样，里面果然存着保险箱的数字密码。好了各位，多亏了神将的帮助，现在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，是时候进行下一步了。安比，说明一下计划。好的，各位请看这张西艾利多的地图，行动计划是进入克里特空洞，击败上级乙骸杜拉罕，抢回保险箱。就说完了？是的，怎么了？那摊开这个新艾利多地图有什么特别用意吗？你可说让我们拿出些专业的样子来，不能让合作者看扁了，不然事成后不好筛查。哎呀，怎么又说多余的话了？比利，为什么你不看着点儿？不怪我呀，尼克老大，我不知道安比准备的专业会议是这样。哦，难怪集合前他看了好几段刑侦电影的开会片段。那个我们都听得到哦。总之目标就像安比说的那样简单明了，找到保险箱抢回来。从外界没有手段可以查看空洞内的实时状况，空洞内的支援与指引就靠你们了。
狡兔出手，万事无忧，随时可以战斗。对不起，好了，成功进入空洞，赶紧去找我的保险箱吧。话说回来，尼克老大，你是找谁查到的保险箱位置？哈哈，这可是商业机密，怎么能轻易讲出来呢？不过嘛，在场的也都是自己人，我倒是可以稍微透露你们一点点了。尼克，你其实本来就想说出来显摆一下吧？请不要这么快拆台，尼克在这种时候脸皮意外的薄。喂，都让你别说多余的话了，安比。其实很简单，我在调查协会里有几个熟人，最近这个空洞的例行观测任务和以太资源采掘任务恰好由他们记录，我给了他们一些无法拒绝的条件，让他们帮忙比对这个空洞最近两次异变的数据，把有差异的特征圈出来，就可以锁定保险箱所在的范围了。不愧是尼克老大，让他们帮忙比对这个空洞最近两次异变的数据，把有差异的特征圈出来，就可以锁定保险箱所在的范围了。不愧是尼克老大。等一下，这段我刚刚是不是听过了？绳匠，你愣着干嘛？该出发喽。虽然我知道保险箱所在的大致空洞区域范围，但怎么抵达那里还是得靠你哦。那个上级乙骸的信号就在不远处，请先抵达此处，方便继续定位。必经之路上有敌人盘踞，大家小心应对。保险箱的信号越来越近了。
休息下吧。来了，妖精，该受受无限的星光。不会很疼的。要我吗？试试这个。这附近的空气似乎变得更沉重了一些。没错，我的视讯传感器的分辨率好像也降低了一点。这表示我们已经到达，对吧，神将？抱歉，尼克，我刚刚没听清，你说什么了？喂，引导中可不要走神啊！你是我花高价雇佣的神将法厄同爱，哼，小心我给你在神网上打差评哦，小心我给你在神网上打差评哦。哥哥，能听到吗 ？HDD 连接不太稳定。我听到了，让我看看。奇怪 ，HDD 后台确实有一条报错信息。稍等，我同步调试一下。店长，我们要继续走吗？诸位，空洞活性好像有点影响 HDD 的信号，请跟紧一点。等一下，目标的位置好像发生了变化。毕竟不能指望怪物待在原地嘛。奇怪，这是系统出故障了？难道是显示设备异常？稍等，我调整一下 HDD 的设备。临时调用了后备显示器，尺寸什么的将就一下吧。尼克，你们状态还好吗？尼克，安比，比利，等等，地图的报告的信号离线了。